大家好，我是于直，今年18岁，来自辽宁省陵园市。自己曾经是一名，也不是曾经，虽然就是刚刚考上大学，所以原来是一个那个篮球运动员。因为从小特别喜欢音乐嘛，现在那个高考结束了，来这个比赛，就是想完成一个从小的梦想。今天能过特别开心。当时听到这个，真的感觉像说假话一样，就是不敢想象，从来没想过会有这种机会能签我什么的，从来没有想过。因为自己毕竟就是不是音乐专业，就是多少有那么一点不自信，所以就不敢想这些东西。周围的朋友啊，确实有人说过，但是我自己还真没怎么感觉，因为我没看过那个，就是《来自星星的你》，真的没看过。但是知道金秀贤这个人，自己感觉还好，不是特别像吧。我因为我自己看我自己都已经看了十几年了，我就已经看惯了，可能没觉得就是比那个金秀贤啊相比来说像什么的。因为《董小姐》这首歌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，他这个宋冬野写的嘛，宋冬野也是我特别喜欢一个歌手。我平常听歌或者是唱歌喜欢一些民谣，对，《董小姐》是我在所有民谣里最喜欢的一首歌。我的梦想就是可以让很多人喜欢我，然后其实说的有点大了哈，就是我特别喜欢李宗盛和罗大佑这种，就是我想就是成为一个唱作型歌手，就是自己写歌自己来唱那种。